吴主之城在京举行粉丝见面会，杜淳、许凌月等主创到场。杜淳坦言，为了罗然这个角色努力减肥瘦身，在拍摄本剧中，杜淳从78公斤瘦到了70公斤，以至于拍完戏回家，杜淳的妈妈一下没有认出他来。我原来也不留胡子，头发也不长，这次回去之后头发是长的，还留着胡子，特别瘦，我妈觉得我整个都变了，感觉不像他儿子了。泛泛娱乐实时报道。